喜欢看的电视剧，或觉得你心目中的最受欢迎的？咱们格格都很喜欢我们台的剧，咱们结婚吧。我觉得男的张嘉译吧。高圆圆，在我这你跟我不可能啦。张嘉译吧。那是实力派，我会比较喜欢这一款。我希望还是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湖南台的剧，呀，好官方啊。